位平安。平安。我们再一次在主日的时候来到电视机前，也就是来到我们的神的面前，我们来去敬拜他。我们的主耶稣他已经复活了，因着他的受死，我们的罪得蒙赦免。因着耶稣的复活，我们被称为义。今天我们在上帝的眼中，我们是他所看为义的人。我们也是他的儿女，我们期盼着，我们等候着耶稣基督的再来。虽然在疫情的时候，但是我们心里面有平安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一直在看顾着我们。这疫情的背后仍然有神特别的美意，所以我们期待着，我们等候着神就要成就他自己的美意。我们来唱，盼望着，期待着，不住的祷告。圣灵的能力也成为我们的能力。
Yeah.
是我们所无法猜透的，你所向我们启示的奥